下面是太极长拳的基本技法。基本技法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套路的演练的一些功架，基本的一些功架和技节动作的练习，这个对于我们练习套路很有帮助，而且可以作为我们训练以前的一些准备活动。太极长拳的基本技法主要是两个人训练，请下面看一下我们的技节示范。太极长拳基本动作共分五个，一个就是扰袭，另一个就是推掌，第三个就是推手，第四个就是踩裂，第五个就是肘靠。啊，我们下面分别给大家练习一下。第一个动作就是扰袭哈，脚尖内扣，内扣一点，内扣捐，两个人贴着站，重心低一点哈，哎，两个人膝不靠拢，这个动作要来练。哎，动作慢一点，髋部放松一点，膝部，它主要就是增加我们这个下肢的稳固性，下肢的稳固性为今后锁腿啊这些很有帮助。哎，动作放松放慢一点，两个人幅度要大一点，靠紧不要丢开。哎，放松。这个动作老年人也很实用。哎，这是顺扰，顺扰一般我们动作练个五十下，然后就反扰，哎，反扰就这样，反扰，哎，幅度稍微大一点，哎，靠紧，靠紧，看，它这个对于今后锁腿呀、反关节啊都很有帮助。你看，这样今后就是这样去压人家腿，哎，就起这个作用哈，就扰。还有一个就是，照左腿扰了以后，我们换右腿哈，这边扰，这边扰，方法也是一样，我们就不再练习了哈。大家知道就是一边扰五十下。第二是啊，就推掌，推掌啊，主要的目的啊，它就是练习身法灵活哈，灵活，哎，不要伸出去，伸那个直线，回来时候放松，看，去。一、二、三，主要灵活哈，主要灵活一下直线，把对方化掉，推出去，好，练功架或腰身，来，顺圈，回来是放松，回来放松，推出去的是一下跑劲儿，跑劲儿，放松，好，就这样。这个动作稍微身体要重心低一点，捐主要是捐要顺出去，左捐对右捐对左膝，好回来，然后就换这一只腿，啊，再练五十下或者一百下。下面我们再练一下这个推手，推手一般在其他太极拳里面见的也比较多，但是把它作为一种这个准备活动还是很好。来练一下，这叫平推，平远单推手，哎，看放松一点，推手大一点，腰身放松，哎，不丢不顶哈，顺其自然。哎，不要前俯后仰，这样不行，身体要正，重心要低，腰身要灵活。因为你推得太出去太使劲儿，人家就是很容易这样牵来牵过来，对，顺势一下把它牵出去，你重心就出去了，所以都要注意身体不要前倾。还有如果是我推的时候人家牵我的时候，看牵的时候你要注意，牵的时候一般你就可以顺势向前，看顺势，看他一牵的时候就顺势顶进去，用这个肘尖顶他胸部，人家顶你的时候你要注意，看把它打开，向这边一推，爬的，它自然，你看，一牵的是一推，它自然推就可以倒出去，啊，我们记住哈，就是说，人家牵你的时候，你就顶他的脊靠，他脊靠你的时候，你就往这边踩练，把它化掉哈。听见？这个也是左右手都要练，一般练上几十下，
就换这个另外一只手链，在平原，但是离远看，离远，身体也正，前后腿可以挪动，可以挪动，哎，不要站得那么死，手够不着，哎，画不掉，腿画，哎，好，有反向，反向，对，粘住，它这个也可以踩，也可以踩，它来的时候有劲的时候就往这边，往这边把它踩掉，啊，来的时候也可以推推去，它想下踩的时候我也可以，同样也可以靠近靠打进去。啊，这个就是离远，另外就是一个折叠哈，折叠哈，哎，向下过来的时候向手向下，回去的手向上，哎，阳弓阴手，对，零腰顺肩，零腰顺肩，对，这个也可以踩，熟练以后也可以踩，也可以踩发哈，就踩发发出，但是一般平时训练的时候就不要去这个踩发。不熟练的时候，熟练以后可以啊。先我们主要是放松，尽量的放松，放慢，但是有些方法要了解啊。这样不止可以，哎，挪动一下，放松一点，不止，哎，放松一点，可以动，没有什么规矩，没那么多规矩啊。对，然后我们这样练了以后，就是换这一只手，这只腿，哎，再一样练几十次。第四个基本动作是踩力，来冲拳哈哈，对方冲拳的时候，冲拳的时候我身体闪一下，再看一下，牵，往这里牵的时候看，这个手粘住的时候，我这边一踩牵，不要抓得太紧，这跑一下，看在牵的时候，这个手向这个横向的方向猛推一下，看到没有？推他对方的肘部，看这样，这样一牵的时候啪。这样把对方的肘部打掉，这个手啊就是向后用劲儿，这个手向外向外，同时一个下啪。平时我们都对着竖桩，对着竖桩和那个就是沙袋这些练习是，前手一抓啪，一抓啪，咱们就是练练的时候发劲了，这种发劲发惯了以后，最后一沾手后，就很有打拳力量哈。再看一下，我们平时练的时候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这是踩裂，这个叫裂。一般这种动作用的最多的就是看这个腿，就是说把人家腿锁住以后，看这个叫踩。他比如说我这个，他打他抓我的手，看我这踩，这个裂，这个很容易把他甩下去。另外一个就是肘靠，在太极长拳里面。用的比较多，内家拳里面它都是反关节动作啊。这靠来，我们这只手来看，还是这样，它对着我的鼻子打来，看稍微闪一下，看还是这样，闪一下的时候看我这边牵的时候，这个手靠，看这个肘往这边，我回向这个手往这边带，这个手往这边使劲啊，这个就是叫做肘靠，看马上花不进去，不，你不要看，就是这样，靠打，再来一下，看，走，靠，好，再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切，走，靠，再来，切，走，靠，好。平时练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专门喂动作，一个人就先练的时候就是放松放慢一点，熟练以后就可以快。另外一块这个动作还可以对着这个就是这个无人桩。木桩就是树桩上绑一个木杆，绑个竹竿，这靠打，这形成练了以后就很有打拳力量啊。这些都是太极长拳里面的基本动作。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太极长拳进行分解教学。
分拣教学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示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是第一式满扎一，第二式太极手，左手向上拿出去，这个左切退式，边部探手，右切退式，探手，再一次。扎一，肚子慢一点，身体移过来，眼睛看前方。左腿挪动一下，初步，这个是小向前打一下，左手向上出去，这太极手，前推式，向斜后方切步，然后左腿挪动一下，向前，右前方啊，右探手。放松一点，然后向右切步，探手。好，这是第一节的示范。下面是第一节的技节示范。第一节的技节主要就是一个撤退式和这个探手，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探手啊，就是先是撤步。探手，走，闪一下，出去碰脆一点，闪，再来，就是，松，好。下面是第二节的具体动作示范，请大家看一下。第一节的时候是这个左探右左探手，看下面第一个动作是捧手串步插手上步燕子蝶四面手翻打边部探手立腰，这是个身发动作串步，这个动作稍微慢一点，脆上步四面手翻打，放松一点脆，就这个要点主要就是这有一个身法动作，离腰驼走，好串步退出去，那这里有一个离腰插手上步，边要顺出去，看这是个擒拿动作，翻打探手，离腰，这是个头的动作，穿步，上步站，对，边要顺出去，边要对齐，拿出去，个擒拿动作，翻打，好。下面我们示范一下，你看。捧手哈，我们先看捧手，就是对方冲拳的时候，冲拳的时候我们接手，身体一拧转的时候，这个手向这边带，向后带的时候，这个手就向下驼上去，敌人他要向后争，我们就顺势进去，把他甩出去。敌人冲拳的时候，我捧手，他要向下坠，他向下坠回，我们就顺势一下一个插手，他向后争的时候我就撵上去，就是看关键就是把他腿锁住，然后顺势这个手插住对方的这个肘部，然后就向后推，看他这个倒地不对，倒地是顺势向后一个后滚翻过去比较安全一点，下地后滚翻，
好，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个翻打。来，比如说再推以后，这个四面手，四面手就是这样，我从这个方向来，我四面手顺势他那面部打一掌，哎，他就是用手来护或者抓我抓我的手，我就趁机把他手制住。制住的时候看，马上前腿去锁住锁腿，这个手左手就是把他肘部拖住，然后右手向这边拧转，拧转的时候一带，哎，就是一个翻打点。翻打点的时候最好是前下肢稍微哎，向后盼一下，效果最好。看一下第二段的翻打，第三节的这个是披挂，鸳鸯对膝啊，身体拧过来，三步卧牛，手心向前，探手放松一点，闪让蝶，披挂，上步看，卧牛，探手，闪让，翻打。看这个披挂的时候，腿挪动一下，这个手能过来，先是前手擒，后手皮，鸳鸯对膝，上步，卧牛，卧牛的时候这个左手在腋下，实在是抓住人家的手的。好，探手，这时候又在腋下，反正就是左腿先挪动一下，一挪动是勾过来，眼睛看前方，身体向右拧。好，我们的第三节的季节示范。第三节的季节主要就是一个披挂卧牛，还有一个就是闪让蝶，是两个蝶发动作，我们大家看一下。来，探手哈，就是对方冲拳的时候，我先把他手抓住，就是这样，一接手的时候，这个手顺势擒住的时候，就是这个手披挂向这边劈哈，把它带过来，他向回针的时候，我就上步，看上步一个这个盘肘的一个是看，就是卧牛，这样。另外这个动作呀还可以这样，就是一个披挂冲拳的时候，这样向这边带的时候看，这个手抓住它，然后这个手一掌打出去对着面部，回者就是一个摆拳也行啊，这也是卧牛，方法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季节的蝶发动作，就是闪让蝶，我们再练一下闪让蝶哈，就是这样，我们探手，我一只手打他面部，这个手制住他，这时候打面部，哎，我一打他面部的时候，他就要接手，接手的时候我是神机，就是顺势把这个手擒住的时候，马上就是向前边闪一下，就叠下去，哎，叠的这个，就是这样，就放松一点哈。下面是第二段的分解教学，我们先把第二段的分动作完整的示范一下。下面我们把第四节的动作进行分解教学，请看一下动作示范。这是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动作，第四节第一个动作就是探手转身擒拿，是个插花锤，实际上是个摆拳，滚字走，
身体往右拧，往左拧一下，然后是双舌点，就倒纱布，眼睛看前面。好，探手向前一下，插花锤，滚直走，身体向左拧。这个双舌蝶的时候，左腿先迈，那右腿上冲出去，放松一点，脆，哎，左腿落蹲下，倒纱布，哎，跪下来，眼睛看前面，啊，探手，回坐，下面进行第四节的季节示范。擒拿代打的短打动作，再来看看一下。哎，这个手，哎，抓住，这个手抓住的时候，这个手是一个摆拳，摆拳，记住了，就是要插花锤。如果对方，哎，对方一下躲过以后，哎，给我顶进来，顶进来的时候看下面我们打的时候，马上身体要拧果，拧果的时候看，拧果是就化掉，往这边化掉，用这个肘向上看，也滚压下来。然后上步锁他，锁住对方的腿，看向外推，这双色点哈，推也可以打，用拳打也可以哈，拉出去，哎，对，这双色点。好，下面是第五节的动作示范，那看一下第四节的最后一个动作。第五节啊，就是牵挂。上步挪膝，双牵，朝阳。这个牵挂的时候，左腿先挪动一下，哎，然后右腿向左勾，左手向右牵，哎，左手心向上，右手心向下，身体要向右拧转。挪膝蝶的时候，看左腿和右腿向外撇，上步拧过来。拧过来哈，这个右手在腰放的腰部，左手向下插住，肩向下沉，好，双牵蝶哈，就是后腿挪动一下，看上步身体拧过来，往这边牵，右手往这边带，右肩要对左膝哈，看身体下过来，身体要正，眼睛看后面，插蝶的时候向上步根部插手。上步推出去，再看一下，好，牵挂，好，上步挪膝，重心下沉，双牵的时候蹲下步，拧腰要快，插的时候插手，上步出手的时候脆劲儿，看这个都，这个是先放松，啪，突然脆。发了力以后就放，也放松。好，好，下面我们把第五节的季节动作给大家示范一下。第五节主要有四个蝶发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牵挂蝶，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来，牵挂蝶啊，就是说，看，我们就说这样，打对方面部的时候，对方撑手负面，我们就神机就把他抓我的手，我也顺势牵他的手，然后左腿向外闪一下，右腿勾，这个手一牵，看这样下去，再看一下，去，哎，左腿要勾一下，哎，把他手，关键是把腿守住，这是这个牵挂蝶。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挪膝蝶哈，这一节里面还有一个螺丝蝶，如果对方擒住我，我擒住他，都可以哈。他擒住我，或我擒他，我拿过来看，这样上步，锁腿，关键是锁腿，看螺丝啊，腿这个向下压，这个手向右拧，这个手向下沉，哎，身体重心压下去，哎，螺丝蝶哈，这是一个蝶发动作。下面还有一个双牵蝶，双牵蝶哈，双牵蝶也是先打面部，引对方的手。他一撑手接的时候，抓我的时候，我瞬即就把他这个手给擒住，
然后就是向外带，这个前腿你看把他腿收好，这个右手驮住他的肘部向外推，哎，他就算出去了。一般用时的时候就使劲刷一下带出去，我们示范的时候慢一点。再第四一个的跌发动作是本一阶哈，就是一个朝阳蝶哈，朝阳蝶，看也是一个先首先是手腿，看踩完自肘，把肘部给他推过去，身体打的第一背我顺，这我就顺了，他就背了，他就想攻击我的时候就不容易。这时候看马上是撤，马上滑步手腿，然后推对方胸部或者推下窝都可以哈，这样根据你自己情况，推这个地方可以把他打得很厉害。推胸部一般练的时候我们推胸部，他就右手扶着胸部，我们就向下一推，那就出去了。下面是第三段的分解教学，我们先把第三段的动作给大家完整的示范一遍。好，下面是第六节的分解教学，我们先给大家示范一下。一个是胚挂单边彩铅剑手张进士迎面掌，就要顺出去。那第一个胚挂的时候，手往这挪动一下，拿这个手向前牵下去，这个手一上向下劈过来，肩对左膝哈，然后上步由上向下坠下来单边，然后退步，这个手踩牵，这个手向下压，哎，放松后腿挪动一下压，然后上步剑手这样插出去，先上右腿向外撇一下，撇推，然后一面掌后腿挪动一下，肩顺出去，可以发声哈。看胚挂单边退步踩牵上步剑手张进士一面掌肩顺出去，好。下面我们把第六节的季节示范给大家讲解一下。来，这样，比如说你冲拳哈，冲拳，我这个手抓住，看这样，这是胚挂，这向下带，向下向这个手向后带，这个手向下劈，然后上步，向上压下来哈，这样压下来一个单边，看向下，下下一个单边，唰一下压过去哈。这样，这是单边动作哈。另外一个就还有一个这一段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剑手和这踩，这是退步看踩履，然后上步看剑手就是擦眼睛，他右手有指节的时候看剑手啊，来这个手我擦你眼睛的时候啊，退步我撇，看撇你退撇，看再推就是推他下颌骨啊，他再如果是向上捋的时候，那个没关系，那个时候哈，是这个时候哈，看这样推的推下颌骨的时候，看这样拧的时候，我马上看这个时候支柱的时候一个四面手哈，四面手画打出去，哎，好。下面是第七节的动作示范，请大家看一下。这面手以后
下面是这个女刺手哈，本来应该下去，然后下拿，扑走，翻花，贴桩，放松一点，四面手，看下拿，身体往前一下，扑走，专业对齐，翻花。这个手在下面，然后撇桩的时候，这个手翻一下擒拿，这个擒拿动作，左腿向前上步，往里边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送脆，放松一点，脆一点哈。我们再来一次，四面手，女刺手拉垮，扑走，翻花，撇桩。好，好，下面我们把第七节的技巧示范给大家讲解一下。好，第七节哈，我们先第六节是一四面手，四面手以后，这个第下面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女刺蝶，女刺蝶关键就是前腿下去锁住腿，看，然后就是这个手向这边刺住对方的时候。然后用左手向这边推，哎，使对方站不稳哈，就把它关，这是个反关节动作，反关节叠法动作哈。好，下面再下面一个就是，看下拿拉垮哈，这样推的时候看这个手向下，这个这也是个叠法动作，是就拉对方的这个垮部，这是个斜位，这有几个斜位动作，这向下拿的时候向下沉哈，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抓裆。就是拉垮的用法哈，另外一个就是下面还有两个动作，就是看一个，比如说对方扑走哈，扑走的这个用法，看对方抓住我胸部的时候，我就这个时候按住，把他这个手向这边拉住，用身体灵活的时候，用这个看，用肘靠打对方的肘部，然后这个翻花打面部，这样打对方面部打他鼻子的时候，他抓我的手。看，我们马上就把他的手接住，看，然后左腿向前锁住他的外腿，看这个手向右擒，这个手腾出来以后，看制住他的肘部，发劲儿，哎，这一发劲儿是主要是反关节动作，叠发动作，哎，他这边站不稳就下去，好。下面是第四段的教学，我们先把第四段的动作完整的示范一遍。好，下面是第八节的分解示范，我们看一下。这音都是。探手。音都是。最后头部摆部，这样有一个插手。上步，燕子蝶，再一个翻花手，这个平走的时候腰身拧过来，然后是中式平，再拿过去，串步，好，探手，硬道式，燕子蝶，
翻花手，平肘，中视频，中视频抓住以后，这样，再压住对方身体拧转一下，好。好，下面我们把第八节的动作给大家技法动作给大家示范一下。第八节主要就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个燕字蝶，来，对方比如说对方向我冲拳的时候，哎，我身体一下闪开以后，这个手叉开，还是这个前腿上部推住，看，就像这样推推他的胸部或者是下颌骨，就这样把它向后哎向后推翻，就这样。这是燕字蝶，另外一个就是翻花手，翻花手，看，翻花手，还有一个就是平肘哈，平肘看，平肘的是这是用绢，用绢，用这个绢靠打，哎，这个就是一个反关节动作哈。这真的如果用的时候就是要向这边使劲儿，你扛哎，把这个在我们点哈，不然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另外一个下后面一个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中视频来，中视频的时候就是看翻过来向里面由里向外翻过来，主要是制住对方的肘部，哎，对方跑的时候我就跟进去，哎，挤进去。下面是第九节的示范教学，我先给大家演练一片。串步，穿绢蝶，这个手穿出去，擒拿手拧果，串步看，四面手，这踢，弹，单牵，看后面，我们这个中视频，串步，穿绢蝶的时候穿出去，擒拿手拧果，往这边，看，四面手串步。上步往这边拉出去，向上拉出去，踢手的时候就是挪动一下身体，摊一下，探手的时候向前拉出去，把对方的面部搬牵，身体要向右拧果哈，眼睛看后面，左肩对右膝哈，穿肩底哈，擒拿手，四面手，踢手，探手，搬牵，好。好，我们下面给大家把这个把本段的这个技节给大家示范一下。来，这个穿绢蝶哈，首先是第一个就是穿绢蝶的这个技法示范。看，当我的手被对方擒住以后，看。对方向前，哎，向前带的时候，看，向前拉的时候，我就顺势靠进去挤，哎，挤对方，看，这样向前挤靠，把它叠过去，啊，这是穿绢蝶。下面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擒拿手哈，擒拿手，来，这冲拳哈，对方冲拳的时候，我这擒拿手往这边踩，这边踩的时候身体就进去，看，向这边划掉。但是四面手就是抓脸，抓到对方的脸部一下，好，他右手擒我的时候，看我就踢，先不擒哈，抓脸，看这个踢，弹就是铲脸，单牵看，我们看单牵就是抓住他抓我的手，我们反擒他的手，就是不擒，带一下就是向外牵过去，对，这叫单牵。十节的分拣教学，我先给大家示范一片。探手，哎，平肘，筋掌，一面，回肘，翻打，中手手，收势。第二个是探手，平肘。第二对席，第二个是筋掌
紧张就是先砍一下一面，前腿挪动一下，居然要拿出去，哎，回揍，翻打，这时候停一下，放松，脆，好，收势摆一下，左手向右绕，拿出去，好，收势，探手，平肘，一面，回肘，翻打，好，下面我们把第十节的击节动作给大家示范一下。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平肘哈，平肘是很重要的一个反关节动作。看反关节，对方抓住我的胸部的时候，我这个时候贴上去，先把它这个擒住也行，不擒住也行，擒住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身体离腰用这个用肩去用。上臂去靠打它，往这边一大一靠身体哈，身体一靠的是身体重心，重心往这边拧，腰身主要是腰，用腰拧，看，拧过来，就是这是个反关节动作，还可以这样近身靠打，啊，这就是一个平肘的技巧示范。下面我们再把这个就是筋掌一面的技巧给大家示范一下。筋掌一面就是对方擒住我的时候，我先是砍他一掌。就是对方他不丢也没关系，就是这一砍的时候使劲一砍，对方一般就丢掉了。在他不丢掉，看我不丢掉也没关系，不丢掉的时候我马上就是一掌，就是对面就是一下打他一掌，哎，打一掌哈，他抬走的时候，哎，靠打的时候看，或者是他向我挤靠的时候看，往这边划掉，我探手看，我打他的时候看，他用手抓，看。翻打的时候，就这个手擒住，这个手托住他的肘部，往这边，哎，往这边下，往下哈，一使劲儿，就哎，是个叠发动作哈。
展有限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它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百科全书 VCD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